情况。来，你去打卡萨丁，我来打这个提莫。哦，不是，我来去打这个梦魇。可以进化了，进化天机了。飞天马有点垃圾，有，这不是那个尼克吗？这不是那个叫啥来的？上当了，上当了！我好，上当了。来了，老弟呀、啊！就怕你被六级被打得跟切豆腐一样，可以。整装待发。胯下扎针。他太小看我提莫的水平了，他殊不知我是国服前100名提莫。胯下扎针。有情况。平 A， 平 A， 就有平 A 就 A 他。怎么说，小老弟，胯下扎针，不怕男枪，我一个 Q， 男枪就没有用了。啊，胯下扎针。是长官。啊，梅毒传染。再学个 Q， 就他这一波消耗伤害还挺高，你还真别说，我在塔下给他消耗一下。好漂亮！胯下扎针，啊，梅毒传染，啊，梅毒传染，胯下扎针，梅毒传染，啊，梅毒传染，啊，点燃梅毒传染，死了，不追了。当他服务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个人应该是死了。回家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这人带的也是点燃，但是没有什么用，继续推一波戏。推了，推了。我打他是随便打的。整装待发。好，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回家。再见吧，再见的亲爱女孩，溜了。哎呀，兄弟，得亏长得小，不然我就死了。要迅疾。得亏长得小啊，溜了。梦魇现在被削了，不太好玩了。梦魇被削了，不太好玩。得病了，得病了 ，miss 了。跟队友说一下，中 miss。要迅疾。怎么说，小老弟？是长官。感觉打野可能在，小心一点。胯下扎针，表弟某有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不亏啊！换血好像他亏了呀。胯下扎针，换血他是血亏，梅毒传染。维度传染，维度传染，他死了。胯下扎针，哈哈。谢谢瑶瑶送的一发大火箭。谢谢瑶瑶，退了。我吐了呀，兄弟。操了个 DJ， 溜了。那他血亏了。
怕它炸了，这一大波兵线没有吃，它就裂开了。回家买一个面具，再买个鞋。鞋来一个，漂亮，可以，非常的给力。这梦魇没办法，他如果一刀没被一刀一跳一刀一条龙没给我一刀一步到位，他如果想跑他就跑不掉了，好吗？我现在越往后越好打他，越往后我伤害越高，我打他越容易。怎么说？梅毒传染。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哎，这战术上当了，胯下扎针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哎嘿，难受，这咋办呢？这完全打不了。正在报告。你说怎么打？完全没得打，吃个塔皮溜了，男枪他都打不过我，你信吗？吃个塔皮溜了，他不敢打我，溜了。别看我这点血，我一个 Q 他就废了。玩自己真好。你搁这放你妈的五香麻辣牛肉屁呢？你在什么叫玩自己？哎呦，我的肚子好像有点痛似的嘛，完蛋了。不用，我没必要杀他。他要送塔，我来不及了。永不动摇，要迅捷。何必呢？矮子站出，矮子站出，插眼，胯下扎针，矮子站出，是长官。我靠，裸飞我，有点东西，还来是吧？他会交闪，胯下扎针，死了。何必呢，兄弟？这手冲击还给男枪拿了，他血亏了，炮车都不补了，太膨胀了。来一个150的药水，再来个针眼。哎呀，好像那又不用买了，那完蛋了。这波蘑菇炸的不是特别好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这梦魇很气啊。他一直想杀我，但是奈何实力不允许他这么做。幸好买了，幸好带了一手骸骨，可以，问题不是很大。继续压制他，他现在只有七级，我马上九级了，脚底抹油了。我翻，矮子战术，矮子战术。胯下扎针，整装待发。把兵线推进塔，压制塔。胯下扎针，两个 Q 半管血没了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胯下扎针。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推线，回家亏兵，不回家死，选择哪一个？胯下扎针，接皮哥也死了，
你还不做魔抗呢？你是真头铁啊？还不做魔抗？溜了，回家直接大面具了，他更难受了。回家一下，再来个征服宝铁，那现在伤害就更高了，行吗？那就不跟你开玩笑了。三个，诺手二杠零，诺手也玩的厉害，他打不过诺手很正常。哎呦，他要飞我，你信吗？你信不信？他100%要飞我，故意勾引他。他飞我的一瞬间，我在脚下种个蘑菇，他就没办法了。他可能在飞我，看到没有？这战术，胯下扎针。还不做呀？矮子战术，胯下扎针。啊，梅毒传染。就你难不难受？死个有道。回家了。那他亏了呀。又来，哎，我以为他要飞我，推了，推了，推推了，然后呢？我去前面探探路，开启瘾君子模式，好。喝口水，静待猎物上钩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矮子战术，胯下扎针，梅毒传染，点蓝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可以。在线来不及握手，溜了。他这一波血亏了，我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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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问你难不难受？溜了，差不多了，先回家一下。他是不是血亏？来个法穿鞋，再来个征服宝典，可以。蜜蜂叫的样子就这么叫的吧，滋，嘴里有屁，可以。这谁顶得住？来了，老弟。怎么说呢？新英雄出了吗？新英雄还没出。胯下扎针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死了。这个人是我见过最头，这个人是我见过最头铁的梦魇，非要出全输出，一点肉不做。再来个，开启瘾君子模式。先把兵线排了，他可能会飞过。开启瘾君子模式，好，静待猎物上钩。不是吧，兄弟，我有点难受。胯下扎针。梅毒传染，矮子战术，
死了呀！胯下扎针，平 A， 平 A， 平，平 A， 平平 A。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吗？好，两个人直勾勾的奔着我来，我好，太吓人了，回家了。来个杀人剂，走。这两个人太吓人了。蓝枪几杠几啊？蓝枪刚才三杠二，可惜了。嗯，塔钱没吃，吃啥塔钱？我现在不差钱呢，搞他心态不行吗？留几个小的吗？好，阴一下，别怕，脚底抹油，胯下扎针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矮子站住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胯下扎针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梅毒传染，往后拉，还有大的，哎，死哥没大吗？我射可以，射得好。胯下扎针死了，没死，我吐了，差一点。哎，男枪看到了，给男枪一个胯下扎针，胯下扎针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他想放大我哈，我吐了。好溜了，好扫，好扫描，好扫描，溜了，买个双城暗影，有钱瞎花，哎，梦魇开始起飞了啊，梦魇。脚底抹油，胯下扎针接平 A， 接平 S 战术再平 A， 死了，不用追了，太惨了。继续往前推，不用慌，不用慌，不用慌，放。伤害还不是特别高，等梦魇过来。梦魇感觉现在一套可以秒我了，小心一点。他可能会飞我，往蘑菇这边靠一靠，他可能会上当。他在等我推塔，然后飞我，你信不信？刮痧，哎，吓我一跳！什么是刮痧？这就是刮痧，胯下扎针，算了，溜了吧，血量不允许我这么做。溜了，
下一届买个大帽子。他等级太低了，他只有11级，我14级，他打我肯定不痛。回家买个大棒子，大棒。刮痧流梦魇，太秀了，这谁顶得住啊？我弹。胯下扎针，痛不痛？哎，胯下扎针，脚底抹油，你他妈的，你他丫的，这么膨胀的你，谈谈乐，谈谈再乐。胯下理疗，平 A， 胯下理疗，胯下理疗，太惨了，胯下理疗，脚底抹油，平 A， 胯下理疗。我操！胯下扎针，这诺手是疯了，这诺手疯了疯了，这谁顶得住呀，兄弟们，顶不住了呀！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伤害吧。一切我们以伤害为准，伤害是全场最高，可以。